后留一级，无宝树。这个树的主树干在屋子里面。这是一棵皂角树。现在这个树底下是一个小餐馆。你看这棵树就在房子里面，应该是先有树后有这个房子。是皂角树，已经距今已400年树龄了。当年的时候，想在这个繁华的小镇，所有的妇女傍晚的时候踩着皂角到河边去洗衣服，这是一个繁华的一个景象。这个地方的名字又叫油坊坎。这棵皂角树的树冠像一把巨伞，春天的时候树叶很绿。耶，你好吗？